这一轮踩点板桥公庙，第一站来到慈惠宫。下一站接云寺，就这么刚好，这两间庙都跟郭台铭很默契。郭台铭民间连署站就在不远处南门街上，地点还是接云寺主委江清秀亲自帮牵线。马祖庙2017也是他促成的，所以我们苏人很支持他。回到我们这些。 主要的我过去服务8年的这些公庙，这些公庙都跟我非常深厚的情感啊，也跟侯友宜有非常深厚的情感。这回朱立伦亲自登门，也被解读就是要来帮侯友宜顾庄。江清秀全程陪同，虽然少了拜拜后致辞桥段，但仍与朱立伦进行约10分钟座谈，会后跟一路送主席到门口。大家都希望国民党这次能够团结胜选，都是秉持这样的决心来全力的力挺我们侯友宜。 地方派系归队，甚至就连与侯友宜闹不和的前花莲县长傅昆萁，其后也上演大破冰。党中央坚壁清野策略奏效，传出跟一度让郭台铭行程排不出来，没了蓝营地方组织，接下来连署状况恐怕也不容乐观。我们国民党是非常清楚的啊，我们所有的同志大家都要遵守相关的规范跟党纪，那我们是一个大家庭，大家都是以大我为原则。 朱立伦居中穿针引线，若切断郭台铭连署之路，僵持已久的菲律整合能不能出现曙光？好，请问一下，有确定什么时间跟柯主席来喝咖啡吗？共同的理念啊，共同的政策讨论，还有对于两岸关系、对于未来政府体制的话，我们想随时都欢迎。 左喊非绿大联盟，右喊责任内阁制。朱立伦一举一动，持续为蓝白整合留下空间。记者林晨、林大倩采访报道。